试车试咗咁多年，居然俾我呢个玩。趁那啥情况，刚啷个气爬不长风出来接我？奥巴大杠古董啊，一直在抖。我追不上你，我已经全油了。好懂啊，太难了，我要回档开。那不是 ID.4 吗？接下来我们看看到底谁能征服这个冰天雪地。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份是个演员，但其实我是一个车手。我开的这台车是后驱，很有意思，立刻就把它当作自己手脚的延伸。操控来说非常灵活，也非常的灵敏，这整体的操控性非常到位。非常非常好开，我现在把角度放大一点试试。请勿模仿，请勿模仿，哇哦，太爽了。来看一下斯堪的纳维亚过弯，手刹，再给我一个手刹，我觉得它完全就是一个电动的拉力赛车，哇哇哇 ，Speed！Volkswagen. 二一开始，再来一遍。我操！这近，我操！我操 ，GoPro 还开着呢。加速，再加速，油门到底。加速，好了，慢点。怎么样？我要吐了。